行过全世界，专业旅游上用心，一百年旅行社带你世界拍拍照，享受自然奇境，欣赏建筑艺术，看见精彩世界，探索历史年轮。一百年旅行社，中价位高品质，刚好你真亲切的服务。咱今嘛吼开始，咱要搭乘渡轮，这是一个非常特别的行程，从巴黎，然后搭火车，游览车坐在火车上到伦敦，那伦敦玩一玩，我们又回来，然后我们要经过英吉利海峡，我们要搭渡轮。那我们也会把我们的旅游巴士直接开到渡轮停放，啊，咱去哩坐渡轮以后，咱就会当伫船舱感受一种特殊的交通工具的迄个新的体验。啊，伫船舱内底还当啉咖啡。嘿，那我们现在很厉害，我们现在要排队哈。我们现在要你看那个英吉利海峡的跨国渡轮，有这么多的大的货车、巴士都开到这个渡轮上。所以我们现在慢慢慢慢开进来，然后我们车子就会停在渡轮里面。以前在英国要来法国的时候，那坐迄个欧洲之星是人坐尔，现在都挂巴士拢坐起哩，哇，实在足方便。你看这渡轮偌大只，所以讲出国你就是爱享受无同款的交通工具。所以咱这团会使讲是渡海空。那我们巴士已经停在我们的渡轮上，我们现在要经过我们看到的这个河流，就是英吉利海峡。咱现在在渡轮，这有餐厅，来到这爱啉一杯咖啡哦，也会使喝喝下午茶。那我们现在还在渡轮，哇，渡轮的码头可以看到各式各样不同的渡轮，来自于整个全世界的人都会在这个英吉利海峡船只，有很多船都会在航行。你看到有货轮哈，载货、载人哈，拢是带的，带大部分呐哈，大部分拢是货轮较济，啊嘛有足大只游轮。所以你看，咱今嘛已经慢慢从英国哈出发了。啊，咱的船啊，唔是要开去法国哦。咱的船啊，慢慢啊，咱的开去到比利时的南部。所以这个行程是非常丰富的。所以这个澳洲这个行程，咱会继续搁安排。好，好人客，大家拢去体验不同的交通工具。啊，咱今麦已经来到比利时南部的一个小镇，咱会啊，吼，咱会待的一个所在，待这个所在叫做布鲁日，吼，叫做布鲁日，就是比利时，咱比利时，咱有去布鲁塞尔，啊，咱今麦来这个所在叫做布鲁日，所以吼，这个行程真的是非常的棒。好，那我们很快就到饭店了。大家真的也非常开心的一天，这样的行程不会太累，而且可以享受很多不同的交通工具。好，那今麦已经来到这个布鲁日这个所在。所以每一个地方都非常有欧洲的风味。哇，这 Zara 这是一个很有名的一个商店，卖衫的少年人很爱。
不如有这个所在嘛是伫迄个比利时的西北部哈，伊是会使讲是西法兰斯德省的最大的一个城市。哇，好漂亮哈，好漂亮！来波罗了，来波罗了，赞啦！布鲁日，布鲁日，布鲁日，布鲁赞，就是耶，帅哥美女很美哦，赞呐赞赞哈，这未来无菜哦，真正无来无菜哈。这个布鲁日还有一个名叫做北方的威尼斯，他也是一个水都，我们来到这是他的广场，布鲁日广场。在这个布鲁日这个地方，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地方的建筑物是最现代的，是非常漂亮的，也是古典，所以每到一个地方，我们都会去它最漂亮的广场去看，在广场都能够看到最漂亮的建筑物哈，像这个挂这么多国旗哈，我们就会当甲想讲啊，这就是一个国会大厦，这就是因布鲁日内底最重要的哈，一个所在。看，这呢水的所在是不是爱一定爱来，无来无菜啊、哦？所以大家拢讲，无来无菜，无来无菜，真正吼、哦，太漂亮了。布鲁日这个所在嘛是一个世界文化遗产，所以讲有足侪电影哦，拢伫这个所在拍片。我会记我有看一部电影，就是说杀手没有假期，这部电影就是在布鲁日拍的，所以我们说布鲁日这个地方叫做北方的威尼斯、啊、布鲁日这个名可以说它就是叫做荷兰文里面叫做桥梁的艺术，这是一个很漂亮很漂亮的小镇，好美哦，好漂亮哦，所以我跟北方的威尼斯就是这样，它这个地方吻合很多、哦啊、所以说我们说中古世纪的睡美人就是在形容这个布鲁日、哦、所以你看它真的是很美，